本来我是要穿溜冰鞋，因为那个王大陆在我的少女时代是溜冰高手，那溜冰鞋通常都大概有十几公分高，后来这几天经过测试之后，实在危险，太危险，因为遗憾，但又怕不小心，把他衣服扯下来，他说他愿意扶着我，其实这个点子是他想的。可是后来经过我们再三的思考，觉得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，所以到昨天还在想怎么办，要怎么样在红毯脱下溜冰鞋，但还是要比他高，所以很抱歉我们就没有溜冰鞋，但我也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觉得我一踩上去我就快要崩溃了，已经试了两个月了，不行，王大陆太厉害了。因为去年有模仿那个冰中乐园里面一些桥段嘛，对，然后获得大家很多好评、啊、谢谢。那今年会不会觉得压力特别大，我们会突破，我们一定要突破，但是在突破的过程里面呢，不能过去的这个作品给限制住。今年有今年的入围，我要从他们的一些题材当中去找出一些梗，所以会有一些表演。我们努力在想，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。嗯嗯嗯，好。拍谁拍谁。